好，各位您看一下哦，我们在这个免费设计资源里面，你把它打开。除了我们刚刚介绍几个这种方法以外啊，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是叫做 Open Clip Art 这个网站呢，各位自己电脑里面都有 Office 对不对？但是重点是有买吗？没有，可能是学校的版本吧，还是你们又是逢甲夜市特别版？开玩笑哈，但是呢，我们在 Office 里面不是都有那个叫做什么，美工图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 Office，因为有些人他用的是替代性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不要用微软的 Office，因为微软 Office 付费比较收费比较高嘛，所以他也用什么 LibreOffice 啦、Open Office，那时候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图库，所以这边呢，这个叫 Open Clip Art，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公开使用的，好，公开使用的哈，那我们就直接从那边点过去。那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比较特殊的是什么？它本身都是属于向量格式的，向量格式。但是你可以直接下载成点阵图，也可以变成 SVG。比如说，但是关键字就很抱歉了哈，要用什么？中文美通，要用英文的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英文是什么，就直接 Google 翻译一下。好，比如说你要那个。像，哎，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个猫头鹰的 bird，好，你就可以找看看啊，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好，那假设呢，有一个假设这个你觉得还不错，好，我们点过来，还可以的哈。好，我们往下走，它比较特殊就是在这边，有没有发现它有这些不同的格式？哎，它本身呢不只是可以看，还可以编。自己编一编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图库我觉得哪里不大 OK，我自己先修改一下，再拿下来，有点类似线上编辑系统概念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你要下载比较大的、比较小的，也可以从这边，或者你就直接变成这个 SVG，有没有？SVG 或 PNG，甚至如果你不知道到底我要比较大、中小，PNG 到底多大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把它的宽度打进去就好了。假设我要2000像素，宽度2000像素，你就打2000，它就给你2000的。这跟我们一般的图库比较不一样，好，一般图库我们找到就那样子而已嘛。但是呢，它这边是可以直接下来哈。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一个1024，那么你按下 PNG，它就给你1024的大小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有个1024的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下载下来了？所以我把这张图给你看。哎，直接打开，好，哇，这样看不出来哦，内容，详细资料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1024？这样了解了哈，所以还蛮不错的啊。如果你有需要比较大张的或比较小张的，哎，你就直接从这边指定。当然你要自行缩放的就用 SVG。好，这是。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那个图库的部分，你也可以找这个网站。